好，请坐。各位同仁哈，即节即点钟我要来讲这个政府的管理。顶一遍咱第四期的演习会是我讲较侪人事管理的哈。政府管理。你答对。好嘞，有感觉。顶一节的时我讲较侪有关人事管理，我讲政府的管理两种较重要，一个就是。人的管理，另外一个就是讲钱的管理安尼。因为顶一边我讲有关人的管理，讲就讲咱这个政府机关的这个干部啦，重点就是伫咱的主要干部变来做领导，做一个领导者应该爱有什么款的条件啊，是风范吼。条件就讲爱有相当的迄个领导能力。洞察力啦，观察力啦，然后还有企划能力啦，我上任这个做这个财政局长之前，我家己去做官，我足紧张，我也紧张。前两礼拜是甲通知讲叫我去的时候，我犹豫不决，我也紧张。但是当我接手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做官足简单嘛，无困难，但是重点在度。要安怎把你的单位，你的人吼，来个适才适用，啊来个领导好。另外就讲，你一定爱做一个主管，一定爱讲，会当做好你的部属看，是甲讲你安怎做，就若做会看，做会看了啦，以后呢才叫伊做看嘛呢，做看嘛的时，不管好歹，让我甲学落，一步一步过。因为有的人较聪明，我一届了解；有的人较笨拙，伊无法度一届了解。你要看伊做，再甲纠正。纠正中间，莫甲伊做足歹规定。所以要做一个成功的一个团队的领导者，毋是遐简单。我做局长做甲变做真，来讲真期待就对啦吼。头先我离开咱这个所在。谢谢。去参加余秀莲伊一个伊桃园市建国路的一个活动。我去的时伊也未到，伊到的时咧讲话中间特别介绍讲我过去做财政局长的时安怎做，大家拢咧欠钱，我做财政局长要甲存足的钱，存35亿，各管区拢负责努力，我迄阵要当库款存35亿，佫再欠钱。管定的财政要高的人才，甲伊离开，你甲甲问我，我迄阵甲你劝教了你的使听，迄就是统筹分配税款，交伊话将近10亿，但伊如伊离开了时吼，一个月接近的人就开了了，要甲分出去就对啦，就是去买伊的条卡，所以吼这钱的管理吼，介重要，我想做一个这个主管，变来做较好，你的部属会甲你。真肯定，我就是用这个方法，就是讲，咱一定爱对这个单位内底工作足实手的。我无信心就讲，我怎么做去官呢？我虽然读足侪这方面的书吼，读财经的吼，专攻财经的吼，写的物件、写的文章嘛，拢财经的物件较侪。但是要做去官吼，到底官场是安怎？唔知嘛。你拄着这公务员的时候，我要来去领导，嘛无经验嘛。但是去的时吼，咱就是爱有迄款的啥，比如讲甲基层接触的迄款的爱心，完全徛在讲，你要甲这个工作做好，你为民服务的这个出发点来做开始的时吼，自然的你的部属会了解，你用心伫倒。然后伊会支持你正确的这个做法，迄个正确的主张。另外长官伊要爱，可能甲咱要爱无同款。因为咱要爱就讲，你每一个人开伫一个所在，拢爱发挥上大的效率啊。但是为长官毋是安尼，你拄着着收长官，你迄钱要开出，并无可能讲
你这个物件该用钱不该用钱，你该可以讲，我这个钱开出，会当得到偌济人的回馈，得到偌济人，会当将来我伫一阵选举的时候，我即个一千万的工费可以做，但是伊实际上落实是三百万、四百万，剩来伊赚六七百万的时候，一阵我选举的时候，伊可能还两百万、三百万的的捐款。啊，你讲用一千万个看到一亿，一个看到十亿的，哦。啊，是一千亿的、一百亿的，这大计划的，哦，这足济通所在通回馈，所以咱来看出讲，一个好的馆长，啊，一个好的主管，迄用钱是完全无共款。平平去当时伊做馆长，甲苏春昌做台北市的馆长、台北县的馆长，苏春昌是邀请李慧欣留一百五十亿的库款哦，伊李慧欣伊做六七单李慧欣。台北县负责已经是八百亿，安尼。啊，李秀莲接手的时是负责是十几亿哦，李慧欣是剩七亿尔，但库款还剩伊三十五亿，甲我甲地西遐钱会够会讲，安尼。哦，并无增加，并无增加负责啊。啊，但是咧，苏贞昌伊伫台北县，伊就一人缘是足好个，人缘足好个，哦。我记得孙昌做馆长的时阵，新闻报道讲一个讲泸州一个警卫室啊，一个警卫室改成三平啊四平哦，开五百多万，一个警卫室要开五百多万，三平四平啊，啊，迄公务员咧开钱吼，是安怎讲会足侪浪费呢？迄浪费就是讲你时间单位哦，就是包厢啊，拢要赚到钱。啊，然后你干干的吼，是小红包，干干小红包。迄小红包是我啥物程度呢？我比例给予大家了解。有一个新厝的国校，新屋国小，起一个厨房，起一个厨房八十平，八十平的时阵，我给六百万的补助啊。起了的时阵，过来要求偌济，都要求一百万。啊，三公分来到我的头前，喂，我讲六百分起八十平，应该也够，因为一平吼、哦、做三万算。我讲一平，我起是两万咯、哦，我起我的厝，我无人起，我起十平的一间书房哦，才二十万尔哦，即摆甲你算三万落去，因为你平价我嘛平价啊，哦，八十平的时，先三都两百四，两百四，搁予你买遐厨具有诶卖，内底装饰有诶卖。够乎你两百四，都四百四，已经乎你六百万啊！你讲无够，要搁一百万，哦？我昨下甲迄个小姐送我们来小姐讲，你恁可能有问题哦，面色作变，面色马上变。面色一变，我来感觉真奇怪咧。这个小姐送我们来，听讲恁这工程有问题哦，面色就变啊咧，当然伊毋是刚刚的嘛。我想要叫秘书来，秘书来，你打电话叫迄、那个，叫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政风室，哦，叫政风室派人来，哦，马上把这个案件送去政风室，啊，咱派人甲政风室去查，去查，马上去查，这行动足紧的哦，摕证啊去证，迄水沟四边有个水沟，是儿媳墙哦，迄伊合约是写儿媳墙哦。叫一整出来拢红的，用红砖啊贴贴，搁抹红抹土安尼。讲即款人已经有问题安尼，哦，六百万一定要有剩安尼。你儿媳想用砖啊贴贴，你就怎啊个水泥啊盖起来，你就讲你儿媳想取代，取代用砖啊来取代儿媳想的，这种违法真严重的贪污案安尼。啊，你看。这个情形，伊要国家提一百万，哪有可能？啊，咱若做一个财政局长，若是无迄个心去了解吼，对足侪代志无了解是，也是讲睁眼闭眼啊，反正这钱是我的嘛，公家的钱嘛，一百万就互你，毋是阿啥哩？到底嘛欢喜啊，迄学校嘛欢喜啊，包厢嘛欢喜啊，但是对我来讲，这安尼就唔对个，哦，所以我咧用钱的时，一定是每一仙钱用于这个所在。拢是用于刀口上，
啊，要安尼做的时吼，会得罪足侪人，会得罪议员，会得罪包厢，会得罪府内遐同事啊，公务局的啦、建设局的啦，差不多遐人拢甲伊有关的啦。哦，第至少伊拢提出红包的，如果甲定条条的，伊就无好康通提。啊，即摆那议会是叫议员甲我提，另外因就去甲县长报告，啊，小报告有。蔡局长哦，安那不安那，这条是免开，那条是免开，大家拢免做啊。啊，所以一定爱啥，长官支持。我就好个在讲，一直笑你做假支持的，因为我讲拢对哩。哦，我同人讲，我以前嘛拢正常。啊，我以前上心的时候，所以做一个地方唔是简单。上心先，我就开始吼，我就开始去咧做出损失啊。哦，做出损失，所以足济。很多工程的面面角角吼，我就拢有拄着，我就拢知影。我去查案吼，大园啊，浪费，我们起一个新的大楼，已经预算是一亿两千万了，一亿两千万，吼、哦。啊，然后你过来甲讨一千万的补助，一千万的补助。我甲拒绝，我先弄。李秀莲甲讲，咦、欸，你足好胆哦！即款个公文你甲签弄，你敢知影是啥个啊？我不管啥个，我不管啥物人按，对我就会，唔对我就无会。伊拢去付款，因为国家办的哩，我拢唔敢签无爱会的，我拢甲讲好啦好啦，啊，并来同意，我就会啊，公文你绝对袂使会，用是安怎？我吼，这个公文我看了，今日晚透早我六点就到位啦。今日晚透早六点我就到大园甲龙会明察暗访。是安怎？这栋大楼起起来，一般的估计是八千万就有啊，完全拢好势啊。伊即摆开一亿两千万，我无够，我要甲伊讨一千万。我就去了解啊，我就去六点我就到迄个所在去明察暗访，厝边头尾就龙会附近遮居民了解到底是。发生什么代志？我跑去问农会人啊，你内地人就讲啊，就讲啊，讲干讲什么？不安啦，吼，什么人咧烦恼啦，吼，哎呦，秘书长啦，啊，总干事啦，伊大概有分三分偌济，拄偌济啦。我就知啊，我国管理公车，公车大安一年是，大安农会一年是赚六千万的单位哦，一年的收入，所有的利益就是六千万，伊敢若利息收入。有无密码者，即个工作上伊所收一个哦，净收入就六千万咯，两年就一亿两千万啊！伊是上好个咯。我即个有关我对农会补助，是对一个人个农会补助，因为迄个农会是已经我都发出薪水个农会，我才可以补助，一年六百万咯。关林乡个，关林乡迄个总干事扯烂乌龟身哦，信用部个钱甲搬咧走。借一个姓陈的家族，连续借伊十几亿，拢摕中国去投资，半年一年了，拢无多少利息，中倒，啊，煞就这两个山害了了，财务足困难，所以我一年补助六百万的迄个薪水啊，去发薪水，无遐稳当，无法度维持落。中年浪费发生问题的时，因为派去斗争山，政府嘛同款，山迄个一堆。几个月前，一个手刷不到的，用的迄个信用卡，全刷倒了。倒了去信用卡接管的时，信用要求我换回100万，我先咯。因为你是信用卡，你是足大个浪费啊！你敢若负担一个中年，我都爱过13、12个乡镇市的浪费。哦，这下浪费我一定爱把红包安好势。啊，我是，你财源是有限的，啊，是信用卡你足济钱啊！你接这个。接这个咱个中年农会先哦，已经赚足济啦。所以咧，我这个各种体制个先哦，是外乌呢。伊个中年农会有土地嘛，有这个或者资产嘛。因只新农会来，只长官就该资产就该拍袂拍到啥？拍袂家己个亲情无杂啦。啊，即摆是只转手袂去，就去赚钱个。只要拍袂出去一平是5万来讲，伊转手袂出去12万、15万。才来去分遐钱，大家嘛油水水，了是了公家，赚会赚家己个啊，拢安尼啊。啊，我咱嘛知影，我当面甲
遐我这个事实啊，我甲你拒绝。哦，恁家己去发落，你应该食迄个中药哦，你去负担中药浪费，诶，这个哦，薪水发出来有困难的问题嘛。类似安尼来讲，这个社会变作讲吼，看是看作重。我的基本册是六十五页，我写啥？为人啊，不必苦贪财啊，不是苦贪财，是苦贪财。贪得财来啊，天降灾啊。既然啊，财来人不灾啊。不如人才啊，莫贪财。即句要讲个通关，即吼，如者，也是讲即议会议员，也是即官员，吼、哦，即包厢吼，你袂使太贪财。太，我看足济议员啊，拢无好过。我议员议会逐个个落去出了议会先，我讲吼，拜托恁大家做一好代，吼、哦。无以前，我看好几个人，好几个议员有好买，大部分哦，到尾我迄当阵咧做局长的新议员，就是拢掠伊关，拢掠伊关，张应辉，哦，迄个关林乡长，哦，掠伊关，啊，佫后来即个新厝的乡长嘛掠伊关，哦，迄个时阵拢是，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即就是讲人心过贪财，即钱的问题吼、哦，政府官员足是北个钱。然后拢看袂开，吼、哦、啊，想要贪较济，想要摕较济，啊，所以就拢违法贪财。一直到我十年前做局长时，基层的这个员工、管务员工，迄大事拢足清楚。倒一个员工，你公文内你若无藏三千、两千，这个案子我大马上，伊来送我转来，叫伊去改改，我就来，甲你拖，拢是爱红包。即摆我现在十年，我已经二十天啦吼。即十年也有啥改变，我相信嘛无啦。要较进步可能较困难，因为吼，即烂烂的即个真烂的即个政府吼，实在是我多。我回去桃园县政府做局长之前，伫1990年时，侯伯村做行政院长，伊有邀宴吼，两批的学者去行政院食饭，我著甲。我当然不是写万年书啦，我是在讲，我写一个和行政院的一挂有关的建议啊，写三四页，落落的。十几个学者参华无村吃饭，一个轮流讲话，轮流我讲我徛起。我咧要求华无村一定要肃贪啦。我讲你若我都肃贪，五千年来，甲就是基隆村、台湾，来甲台湾，哦，是中国大陆。已经是贪污到大家拢讨厌，才往过来到台湾，结果来到台湾嘛是贪污腐化，无法度改进。讲侯院长，你若要做一个吼千古留名的宰相，你着要肃贪，这是我第一件建议啊。哦，而且我当然搁讲着讲六零五线绝对是台湾唔好唔好，唔是好面就对啦，一定拖垮台湾财政，哦。哎、啊，伊足客气哦，伊甲我讲啥？我讲诶，肃贪吼，毋是咱安尼讲讲，有感觉无？卡着太济问题，即体制问题啊。所以我顶一片秀出迄个圆圈圈，咱即摆毋知有无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可能，可能找无啦吼。诶、欸，你就是讲是安怎？是台湾需要啥物款诶新诶进动去推？那个整个体制，国民党的体制是把整个行政系统，哦，包山包海行政系统，放伫伊的外围，然后上架的权贵，蒋家政权的权贵是最核心的，过来是青帮洪门哦，青帮洪门哦，这是伊根本哦，过来较外口的，这是国民党甲救国团哦，救国团哦。迄只是伊个内圈哦，外围就是讲伊是军公教、军队、情治、警察，哦，这是较外围，哦，想内圈就是蒋家权贵，过来就青帮洪门，过来就国民党甲纠团，过来就是情治，哦，警察、军队，这是外围。安怎？情治、警察、军队。
明理是情治警察军队，暗理就是青帮洪门的子弟。青帮洪门有的是称师徒，有的是称兄弟。哦，那先是洪门是兄弟相称，青帮是父子相传，有重的有很的组织，这是上核心的哦，是蒋家政权内底上核心的物件。所以一个军队，因为我做兵啊，老师啊，啊，像我做警察啊，老师啊，哦，这些的刑事系统啊，老师啊，但是因大部分拢是把青帮还是红，特别是青帮。你若是军队，若无加入青帮，那上校就变了，因为升到少将以上，一定要加入青帮，特别是海军，特别是海军，用这个方式来控制。哦，即摆情治警察军队外口，才是即个咱的公告人员，公行政系统，包括系统啦、公共行政系统啦，安尼。哦，外口才财团，财团外口，才是一般的人，一般的人，一般人民，人民是上外围的人。所以，伫上届政权内底，拢讲有关系就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就有关系，跟中国大陆完全同款，跟中国的代志完全同款。你若有这个青帮红门的关系，你犯了罪，去找到任何一个青帮红门的人替你讲话，哦，伊就去甲法官，还是去甲调查局讲讲，哎，这是家己人啦、啊，这是家己人啦、啊，所以他判较轻的，安尼，甚至无罪啦，甚至不起诉，安尼。所以这个话就是话，甲讲整个体制就是一个贪污集团，摸着到钱的尽量，哦，就是讲只要摸着钱，哦，就讲食山食海，到倒位拢有机会让你，哦，食迄款的食钱就对了，哦，啊你若我都摸着钱的，就是外围这人民把你挑水去啊，所以这个体制吼。那就是深恶痛绝、啊。但是我咧写这本书出来时，我咧写迄文章出来时哦，我的同学拢讲：“啊，你不要做官，我怪你做袂官。”哦，咱是来做有良心的官啦。哦，所以你我若要甲伊共款，我当然油水水啊。我若要提好工，我咪油水水啊。一定是议员一定足好乐的，一定足欢喜的。但是我去的时候，本来我去的时候，初的时候。记者并无对我无感，因为这是吴秀莲出来，一定是吼，甲伊同款，吼吴秀莲出来一定是吼，甲伊，甲伊规路拢甲伊同款，规旁拢差不多同款，无主见的啦，伊讲啥就做啥，哎、欸，三个月无同款，三个月记者对我完全改观，哟，这创意拢甲人无同款哦，吴秀莲讲无一直听哦，吴秀莲都在听阿爷哦，哦，我要求500万以上的钱。拢爱定位我手签，重点是，这个钱开出一定爱开伫必要的所在，必要的所在，就是爱去看伊迄个效益、效益有够大无？效益有够大，超过500万的作用是足多人需要的，那么500万就开落去。啊，若讲这个物件500万开落去哦，是少数人的利益伫遐，议员的利益，还是某一个官员的利益，免受。我最后会走就是为了安尼。李定的新妇，李来的国秀，上班的教书，一年多来个兼一班，离开来的国秀较远的一个学校，加一班出来，人啊就算加一班。结果教育局签的公文讲啥嘞？讲来的需要哦，本来要兼三个老师，讲爱我给拨挂300万，这三个老师卖离开，啊，但是另外迄学校啊，伊。嘛是爱给迄、那个安排300万，或另外迄个校增加一班爱三个老师，伊伊个安尼，我不可，我甲签弄，袂使，啊袂使，这个真严重啊，院长要作批啊，啊然后，因佫借另外一个机会，吼、哦，反正就是讲爱我，迄、那个案一定要通过，副院长的新妇。然后来的国校国秀，
然后另外迄两头佫竞聘三个老师啊，啊，都第三批，大概300万的，哦，我都绝对无赞成。我当然就去去做，因为啊，我本来就想啊，即款的单位，伊官袂做，袂通佫做，啊，所以我就已经就辞职了嘛，提出去，我就走，我就离开。啊，这件代志就要个解决，佫拄着一件代志，就讲三节敬老金。有些人选管理员时就讲，啊，我三节每一年的端午节、中秋节、甲春节，哦，老伙仔拢发2000块，老伙仔拢发2000块，这三节的薪资年都八亿外，啊，我要求社会局讲，要发这个2000块的老人敬老金啊，三节敬老金啊，一定要排付。我哩不说讲，我住哩红喜山庄的人，一个山庄。5000万的山庄在搁你买啊，你搁发这2000块是无效，所以你爱排付，哦，钱爱花在头上散下来，哦，你公务员以上的65岁以上绝对无会就对啦，因为你公务员已经退休金啊，类似安尼啦。啊，这本来吼、哦、是真合理的要求啊，然后社会局一直讲，搁无在排付，搁你无在排付，你来打，你找时间来我甲你打，看要来排付，哦。你说我做排污，你是做啥专员啊？迄个专员，一直甲我抵制呢，吼、哦，一直甲我抵制。啊，重点不是迄专员的，是李秀莲已经走啊，去做副国副总统啊。啊，这个代理权又一定要爱继续发展过来，伊要比，因一年伊要选总，要选馆长，哎，所以一直透过迄个比票啊，哦，这个道理，哦，伊就一直要买这买票，所以用这用这个钱的开钱来做买票。啊，本来哦，这个问题就吵起来，我报错就写到呢啊，我嘛足坚持的啦，我讲这个人无排，我绝对辞职不干的，啊嘞，已经是这导火线的家。后来佫拄到这个里长这个代志，我佫硬斗啦，我唔惊得罪里长，讲甲叫讲绝对袂使甲加添300万的数额，伊该当爱刷机的所在，刷伊的所在，伊交都袂买得起，袂使讲。在你个话，伫你个边啊，你就讲袂，我爱走去隔壁迄个头，不管一公里、2公里、3公里，你嘛爱去。啊，无换咧别人咧，你特权嘛，我讲你二长袂使啊，都特权啊。哦，我是安尼处理个呀，啊，就这两件代志弄做伙。有些人佫较厉害嘛，那么如果不排付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减半发放？不要花2000，花1000，你可不可以接受？我好，如果他愿意花1000，我就留下来。安尼，但是吼、哦，管迄个李秀莲甲迄个代理管理员讲的是，管理员拒绝发1000，伊就要2000。因若发1000的时候，我迄年内底会当欠4亿外，4亿外当创啥？4亿外是足大条的钱，对我来讲，4亿外我就当甲中立甲桃园中间一条文中路啊，完成一半的建设。因为中立甲桃园甲中立一点钟啊。几公里啊，起路较无够，行一撮一点钟啊。迄、那个省道是太到咧惊死人个太，早时啊，到暗时啊，过暗时啊，到早时啊，拢是啊，太三四点钟，就是中道时啊嘛，拢安尼，迄车流足慢个嘛。啊，所以真迫切需要开一条新个路。啊，文中路已经规划足久啊，啊，拢出面无钱，我下决心讲一定要来创好就对啦。哦，我若排付我紧，哦，我就当省一半。啊，你想讲你发一半嘛可以，一半4亿的钱，我就当甲运用咯吼，完成规划，然后会当做一段就对啦。啊，下一年再不再搁编制预算，甲做起来，我是安注定啦。我甲李秀莲讲，这个不是为我好，是为你好。你来做这件代志的时，是全通关的人拢会甲你感谢，因为啥，足多人。塞车塞到足艰苦嘛，所以对是你用钱的所在，就是这尔啊重要，这尔啊面值才重要。啊，所以吼、哦、理论上，哦，叫做成本效益的分析，叫成本效益分析。成本效益分析是一门功课，哦，普通我的功课拢爱写一学期足足。我伫美国转来的时候，我就伫中央大学财政系吼财税系开这个课，啊。学生反应拢袂歹，因为真趣味、真实用。你编预算一定要有成本效益分析的这个基础，啊嘛要做统计。
真准，去遐做拢袂。所以咱将来，咱是爱讲，咱将来若讲输，这个有真正有，真有可能变个正法的时阵哦。咱阮足希望讲吼，咱的财政人员拢爱接受这个三个月、三个月一次的训练，上少都爱训练三，一年写三期，吼，一年做三期，大天大背背就卖上课了吼。一年三期训练落来时阵哦。伊对政治经济问题就了解，对公共政策问题就了解，要安怎编预算就了解，财务的问题完全伫这个编预算。咱的预算吼，完全拢乱糊一张啦，无按照预算的迄个编审办法来做，每一个县市拢违法，啥物叫做违法？就是讲，伊即摆是收入的钱无够，就是讲收入的钱才400亿，但单单伊预算要编500亿嘛咧，哦。就是李少年，伊正遐收规矩人，伊嘛明明知影讲，我收入正总共才400亿，但伊单单咧预算编500亿，讲原料拜托，咱咧预算咧执行率一年超过300亿尔哦，唔是400亿哦，咱假使收入400亿，你编500亿欠100亿呢，用无紧，100亿咱再过来找，啊，所以你要安怎找？你编预算一定要平衡的啊，哦，议会才可以通过啊。哦，你若无平衡的时阵哦，伊要是未通过嘛，违法的。啊，伊即摆就啥，把迄个收入啊虚增，用迄、那个税管处来讲，都是行咱会当赚较济，赚较济，啊，股价较悬。啊，到时前收入啊无够的，你就变赤字啊，这是问题之一啦。哦，啊，然后我讲唔欢喜做，因为啥，你税收偌济，税管处咧估计。拢真准，因为长期咧做这工作，所以我做的训练，迄当时是我台大经济系的学长，啊，足优秀，足有关系的，所以我嘛敢要求来做过分的估计。啊，一旦讲虚增的所在来讲，啊，补助款，中央补助款，所以伊甲我讲，安尼若安尼，税管处的物件估计拢是真确、真实在的是，咱就去要求中央政府甲咱补助，所以补助款就变足悬的，哦。统筹分配税款、甲补助款，就甲增加100亿就对啦。啊，就同款啦，就变这安尼，啊，就送油去信。啊，这油是讲，哇哇哇，你下当去投下一个补助款，你来互咱开哪摆？哦，油嘛欢喜啊，你变较济嘛欢喜啊。对，馆长好大喜功，哦，你晓得好大喜功的人无？哦，啊，拄好油啊嘛，我好啊，你变较济，我嘛好感觉你啥？足济今年我拢，我拢有我的公司，也是我的朋友开公司，我拢有插过地啊，过地的所在，有干土地的所在啊。你若争取会到，你就分到一钱啊。啊，所以哦，伊嘛欢喜讲你赚较济个啊。哦，啊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我就讲我头疼啊。你去争取统筹分配税款，啊，甲争取补助款，我就足艰苦。有些单位的这个分、迄个补助款哦，是各单位去做分到，但是我一定要出面去帮忙。哦，啊，另外讲啊，足有理由的，哦，道理足深的，足清楚的，啊，然后面顶的单位、中央单位，伊嘛好个在有迄笔钱呢，所以我迄当阵啊，我拖钱已经拖到啥，拖到新政府去啊，拖到新政府去啊，所以各位，这种秘辛啊，迄种赵守博都做新主席，伊的精神啊，做新主席的时候哦，我过来专门去找赵守博，都赵守博都来。来中山科学院，哎，李秀莲啊，伊应该是迄个俄文，伊迄个伊利诺大学的同学嘛，所以伊也是阿嘛，我嘛，我介绍，我当介绍，啊，我怎啊甲赵守博讲，我听讲哦，你才去听一千，我讲一千，用哪里？我无遐济啦，我消息足灵通。你财政厅是迄个宋楚瑜离开财政厅、离开县、离开县政府时吼，迄天吼最后一天批70几亿的钱出嚟，补助各县市出嚟，啊，要存库款，要存1000亿啦，用中央家己安尼100亿意思啦。我讲中央家己安尼，你要安尼嘛？你要安尼啦，我有理出来。你有遮济啦吼，啊，按时吼，中央甲你提，安尼是你要交唔到啦，要交100亿啦。你无啦，无遮济啦。王主席变人啊，我中华人，你中华人，我咪中华人，伊大家吼，
拢同乡的啦，你甲体谅一下，同阮足济问题，欠165亿，伊少年靠大想，还要欠165亿，我哪会讲？哎，因为我中央的家己安尼，本来讲100，就要讲200，为了啥？为了连战的选总统，连战把迄种的总动员起来，一摆抽，提创啥？提马修全台湾的乡镇市长。安那比，我拢无消无息，我拢知影呢。已经各个所在拢在发钱啊，每一个乡镇是，伊所拢变好哦，加发3000万到5000万，敢讨会讨5000万，唔敢讨会讨3000万咯。因为伊也是叫出来，啊，为叫是真粗鲁的哦。哎，啊，人家讲，伊啊，你讲我哪拢无来讨，你有人甲讲你呢？哦，我想，我拢无消无息啦。我哪种到底啥物人发钱？哦，原来是是，有一个姓柯的，伊总统府咧做顾问，我想问，总统府我咧真熟个咧，我咧随撞去啊，我咧敲电话，哎，我啥人，我柯顾问，我是同关的在你独店嘛，我是对你另外啦，我对你个3几人哦，我是来甲你拜访，因为啥物代志，我到时到位我才甲你讲，我去我来讲，我听讲吼。台湾头个单位，各乡镇市拢在分钱，借着3000，借着5000，5000万安尼。我按我呢，你通关不是我管的，通关不是我管的，哎，这都是事实，已经有啊嘛。我通关先管，黄大洲啊，哦，黄大洲也较方便。黄大洲要去做经建会的委员的时候，伊看伊老拢我甲写，伊都唔会晓啊。我叫我写啊，我这小老弟过来嘛写，因为同门师兄弟嘛，我来写，我不好，我帮他上，叫书记写晒，晒一写完，他说，伊伫奥林匹克委员会，我总起来，黄学长，黄学长，有啥代志哦？我转个下来，听讲你伫通关咧发钱啊，我拢唔知，哎，因为恁通关拢要来吐呢，是安怎？我通关要来吐，恁就先开一个会，乡镇市长的迄个联谊会嘛。啊！叫我去来讲下，讲讲一都市建设要安创，啊！唔知迄场下面先再来分钱。啊！啥物讲粗粗鲁鲁啊，拢无计划来，啊！都要提偌济，拄偌济安尼。我讲，啊！无简单啊！我着叫迄个联谊会会长张春松哦，巴德市市长嘛，足高爷吼，我是对水看见张春松，春松啊，拜托你召集这乡镇市会长哦，在乡镇市联谊会会召集一个会吼。叫黄教授来讲，啊，每一个乡镇市拢阿变3000个到300、3000万到500、5000万安尼，啊，然后变出来是爱偌济呢，吼，啊，经济这去甲黄教授都是安尼是我统筹管都免报起啦嘛，我是安尼想啊，哦，我就安，我统筹管进我就无分啊，因为统筹管本来围栏是6000万的，围是3000万的，哦，啊，差不多，然后你着3000万到5000万的，就一定拢有够。啊！这个钱是全台湾，头壳全台湾，对王安林的发的心，就是拢在为连战选2000年总统买庄脚。所以这钱全拢拨出去、开出去了，拢完全无国家管账。啊，其他部分拢是靠乡镇市长、甲乡镇人代表分了了。现在总结江苏。啊，钱就甲发出，钱就甲开出，啊，来报去甲黄大洲啊，报去啊，迄个许三，我说，迄个许三，咱同关的，同关啊，做过馆长，我坐车去的，吼、哦。你看这钱就是安尼开啊，所以，你中央如果统一体制来滴，在前面那会健全，那边边那会没有负责任情感，迄负责任情感足惊人，我甲大家报报几个数字，我伫以为报告时，我拢没看过，我手机我出事。民国78年，整个中央政府，迄种廉政无负责，伊廉政我负责是省政府来甲中央政府讨钱，啊怎啊发挥甲弥补伊的这个预算的缺口，预算的缺口这个所在来弥补，所以廉政拢无会负责哦。民国78年，有78年，整个中央政府负责偌济，1500亿，1500亿。啊！因为要征收公共设施保留地，吼、哦，中央政府就讲：你吼、哦，高雄市政府、台湾省政府、甲台北市政府，拢会当发行公证，
怎啊？这三个政府怎发现7700亿的工程？去征收这公共设施分流地，好征收来换阿伯村做，陈生就讲：哦，既然土地拢征收，咱就要建设啦。建设多少？你爱叫做6年5建。所有这建设的计划拢提出来，6年5建，775项，要开8条外。我随个写一个文章讲：6年5建是一个亡我的建设计划。再把兵一个下来，亡我建设计划。我说真的受不了，我问一下几分钟，6年5建的执行能力是安怎？我来回过头来看，究竟我的十大建设完全是失败的机会。但是虽然说咱讲足成功啊，十大建设来失败，你想来规划是十大建设是千亿尔，排过来2-3千亿，工程拢无水的，真慢。你看咱是高速公路，啥物高速公路？我是规划十大建设的时，我是以行政院来做财务规划。啊，我规划了，我就去美国读书。我落顶来都拢建设好啊，高速公路创好啊。我坐迄个咱个公路桥的车去哩，到高速公路，我一看哇，这是什么高速公路？我脸蛮帅。这边来到美国高速公路比，我顶一面直接讲讲，徐水楼奉蒋经国的命令。带一挂工程师去美国考察，安尼高速公路是安尼建设。伊落飞机就讲，只要走我通开无。安尼考察的话，转来根本无法度好啊做建设。你看咱的高速公路迄个分隔岛，足危险的，足侪车、卡车经过对方，把对方的迄个小轿车惊害，死足侪人的。所以即要解决讲中间的迄个快速车道袂使行大台车，就是安尼。人咧比国比看咧，高速公路的建设是从迄个分隔岛，干咱一个 steel rail 就是讲钢的那个钢骨的那个一排尔，安尼一排迄个安尼，又底下有一支横环，啊，过来插一支直咧，过面顶去讲一个环，拢扛的哦。你就是大卡车哦，出车祸时爬去里面顶的时哦，甲徛到迄个 steel rail 面顶哦，被垮下来呢。啊，咱个是尖了就破了，对方去啊，去甲人前到呢，前到几台台车拢连环车祸。我第一遍去美国，1976年，哦，我去德州 UT Texas 哈，迄个 Austin 迄下个足水，首都 Austin。我伫遐读英文，再去纽约州大，啊，去纽约州大是我要求哦。迄个美国国会议员，我提美国国会议员面前，也袂讲伊加价买一段，伊就去芝加哥。美国要介绍看啥？看扫帮赛，去介绍看扫帮赛。啊，我落迄个飞机的时阵，我来一巴士免介绍。伊介绍啊，看到一台大卡车。哦，我爬起哩伫迄腰内吼，啊两层遐悬的大楼吼，啊，甲迄个，伊讲这个是迄个。咱个安全岛哩，㖏，咱只一条铁筋尔呢吼，吼、哦、啊，结果迄个车爬去里面的大卡车，吼、哦，连接车，然后爬去里面顶吼，徛去里面顶吼，发生状况徛去里面顶吼，也无帮，。啊，1978年的时候，我伫宾州大道偏啊，这个偏 turnpike， 偏十分远的 turnpike。我看到那个所在发生车祸，我驶100公里左右，美国的车会当驶90公里，55迈嘛，51公里到公里，我是驶100公里落去，伊落桥，我一撞，伊也是开始做建设，公路咧施工，啊，机啊差足悬，啊，我台车新买哦，车顶足低，无看机啊拢无看，哎，驶，我要求，要伊看咧，一个障碍物。公开在做咯，在修正。看障碍物时来不及啊！你若刹车时落架嘛，一直变，哎，危险。啊，我看伊右边拢无下来，速度这边转弯该转去右边，按杆按刹车，怎转过？转过时哦，头前迄倒开，倒头前迄个左边迄个链哦，到底迄个障碍物，迄障碍物啥？就判起迄款的轮胎，放伊啊再插一个空隙，你看，哇，将这个。就是迄，啊！我跌落轮胎的时候，
一台车从搬过，砰一个名我都唔知啦。我的车头左边的车头已经撞到迄个 steroid。啊，过来，我后来去看迄台车，才讲两个车顶拢落雷啊，啊，引擎动作一两半，动作两个，引擎怎啊动作两个？哦，两个车顶啊，拢落雷时，表示讲第一遍撞的是左边的车顶，一直后退，往前冲，第二遍迄个右边的车顶佫撞落来，啊，引擎怎破的啦？我有绑安全带。我醒起来时哦，迄台车都顺顺啊安尼，一直对斜坡去啦，向外口迄个车道，会驶我过去所在。哎，这边山呢，这边是山，所以有山，我若有砍我就跳的，叫怎啊顺迄个山，跳嘞，名作高啊。我醒起来时嘞，我想，唔知发挥，我不能过来，。因两个大学生，大家讲你出车祸，我已经打电话，我警察马上。过三分钟，警察到了。我破口大骂：“这个障碍物哦，它警告哦太高了，很多车灯都看不到。你要告周政府的话，我帮你作证，你一定可以得到补偿。”啊嘞，他说：“啊，再去一个餐厅，讲啊，这学生台湾的学生讲要变，因为说他有人要打个伤的，有人要变牛的，他有一个做餐的，啊，再变。过几天我好去了。”迄阵，伊发多听一个月，啊，这镜头哦，我所以赛车一定爱十点到两点，咱台湾足热哦，哦，赛车拢手放伫车，伊拢足危险。我拄赛车拄十点到两点，不过按照你个规定，这镜头都降雷先哦，降雷先哦，降袂这两个啊，降袂这两个啊，因为你经常是这两个聊话个，全降袂了，不是降到韩都龙哩，降韩都龙破伊先，这死去啊，人死去啊。所以我都讲个，即我即手痛两个月啦，啊，巴肚痛几个月，下起安全带吼，就冲出去，缩掉啊，痛几个月。后来迄个有一个人同乡会吼，伊同你推广这单位迄个啊，苹果先抢，讲你爱取消苹果，我来降价一下，再我去看一下价，因此你就发出来，啊，所以吼，你看咱的建设。那你建设是豆腐渣工程嘛？上面讲沿高速公路迄个渣安全，看来条啊，来你讲用玻璃弄的，这款的人抓到绝对要枪杀的嘛，这害死偌济人呢？啊，就你看咱这摆高速公路中间分隔岛这个物件，迄款的条拢袂使啊，迄款条拢爱改啊，将来咱来滴到这款，迄完全拢毁掉，所以你还用美国建的？钢筋嘞，钢骨一块嘞，或者啥，迄个篱笆，那个篱笆板块，啊，作用，可你坚固一些哦，就是大卡车飞起都被它压垮了。啊，你这唔叫做建设。哦，所以我讲咱台湾是差很多，其实贪污政府哦，贪污到这程度，财政的财会管理完全无啦。所以你台湾头个单位，各管区的迄个财政局长哦，我来开个拢公司，足济政府单位。拢哦，无按照规矩给你算，啊钱拢乱开，吼、哦，啊然后吼，拢贪污，吼、哦，正常个是贪污，但台湾迄个决定白讲啥，迄叫合理啊，合理哦。我们没有啊，我们都很规规矩矩的做事啊。讲你当然看无啊，你目睭去晒过，你不要看。你读啥？读社会学的呢？你哪知影灾情是啥？对哦。所以哦，各位，我只规矩。成四五分尔，难过拢无去啊！啊，所以我放一本只，啊，要看人要提现，后边啊来收分的时有时间，就提方面现一张一张啊。因为我一个单元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，啊，真趣味。我用五千分去听，成四五分。啊，有人甲我，哦，伊网络水，抖音去里边，上网去里边，公关足侪人讲有呢，你去遐有呢，我都唔知道呢。我爱公妈讲，谢谢各位。嘿嘿。经理，谢谢老师，来休息10分钟哈。